被 Elva 相中的林柏叡，窜红新闻连爆。三角齐提的男主角林柏叡，除了最近主演《深蓝与月光》窜红，并在《斗鱼》电影版挑大梁，是潜力股鲜肉。过去在选秀节目《中国好男儿》中被 Elva萧亚轩称赞外形佳，有潜力，个性又内敛，打败上万人获选为最终十强。不过讽刺的是，林柏叡之前接受专访曾说无法接受身心层面劈腿，但如果对方偷吃，则希望对方把嘴巴擦前进。王静跟雷杰西外表看来也属非常不同的类型，可见他手的范围颇广。对于未婚生女一事，林柏叡的经纪人非常惊讶，林柏叡事后否认。